国是要搭大厢车的话，就进去这里买票，然后上楼等待右手边有搭车的地方。那如果是要去主题玫瑰园的，就步行的话不能上去，要往它的右边走。它的左边跟右边好像是右边是车道，那左边是车道，右边是人行步道。那来试一试，因为这是刚才那个服务员讲的。Skies and no one be a time when you're